Hello， 欢迎来到牛牛画廊。今天我们要来画可爱的龙龙服贴。因为呢接到了订单，所以现在呢就要开工。开工。要画这个可爱龙龙。OK， 首先呢，这个龙龙的头发。就是他的脸，再来呢就是他的鼻子，嘴巴，然后就是他的耳朵。是可爱版的啦。然后就到他的脚了，然后他的毛毛，须须，眼睛。眼睛可以画两种，一种是这样圆圆可爱，还有一种是微笑的。然后呢，我呢就是喜欢给它加上眉毛，一只眉，可爱的一只眉。然后就是害羞的表情，害羞的表情过后就到他的手了。那他的手呢，我想要画他就是拿着这个福字。太小了，我的手。没关系，福字就下一副，反正有很多副。然后到他的身体和尾巴，给他肥肥。然后呢，他有这个三角形，尖尖的。毛毛的，还有他的身体有这个鳞片，OK， 最后呢就要加上他的须须。像一个 dragon， 加上我的一个签名的名字，就完成啦！完成第一幅。哒哒，可爱龙龙还没有干，因为它的菱角要不要加上一些？可以，可以加上。这样比较逼真一点。OK， 第一幅，要不要写个2024？也可以，写在这边。现在要画第二幅，总共大概是要画十幅，有人给我定了十幅啊。Continue， 可爱龙龙。
心，就是给他笑的。毛毛飞出来要拔掉，你记得我想要给他拿这个福字，因为这个斗方的，这样他又拿这个斗方的，就是很轻的。身体，毛毛，毛毛，嘘嘘。要用血牛了，要血牛吗？写个牛呗，代表是我画的。这是画龙血牛会不会很奇怪、OK， 我的第二副可爱龙哦，他鼻子忘记画洞，鼻子洞要画。我要把这个龙变成女的嘞，就给它加上睫毛，就会很 Q 的啦。OK， 第二副搞顶腮，十副应该不难。Continue， 开工开工，新年前接订单，今天接到了第一单，就是要画。十个龙，先画一个像云一样的这个头发给这条龙，然后呢就是它的脸，然后就是它的鼻子，然后到它的嘴巴，鼻子动先把它加上去，嘴巴笑笑，眼睛给它 Q Q 圆圆。来个一字眉，一字眉，害羞的表情，耳朵，那个脚，嘿 ，one two three， 嘿 ，one two three，OK，、okay， 然后呢就到手，手不一定每次要拿着的。不一定要拿这东西，有时候可以不用拿。啊，要拿也可以啦。给它一个尖尖的服帖。这次呢，就写一个，急。吉祥的吉。OK， 然后就是它的身体。肥肥身体，尾巴，然后呢就是它的毛毛，毛毛，这边也有毛毛，
是它的鳞片，好像在教学这样。OK， 最后呢就是它的须须，咚，这里是它的须须，然后呢这边写一个 dragon。满满的料啊，满满的料。Dragon 第三副 ，Q 的龙 ，Hello， 龙年要到了，你准备好过年了吗？这个呢，就是你拿去拜年呐、啊，送给亲戚朋友啊，直接就有喜气洋洋的气氛了。贴在家门口呢，就会旺一整年。然后也可以就是给小朋友呢，从小就认识这个中华文化的艺术。然后小朋友看着他一整年就是印象非常深刻，永远永远会记得我永远记得这个龙年，给他留下满满的回忆。一二三四，第四副了，哇哦，看来还是不错，速度还是不错快。然后呢，后面这里呢，其实我已经写了有12副，12个，看到吗？就是有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，全部都有到完。所以如果要订购的话，就要快哦。那我再继续画龙，因为有人跟我订了10副龙。先画 ，OK， 这次不讲解。讲解可能好像画得比较快。我要讲歪七，歪七不要紧。是每一幅都不一样的，每一幅都有独，都是独一无二的作品，没有一个重复。而且就算画回同样东西，也画不回一模一样。这就是手绘的特别。OK， 现在剩下这个须须。Dragon， 所以说一定要写华语字，不能写英文字呢。速度加快了，第四章，可爱龙龙送给同事，送给老板，送给朋友，送给姐妹。都是很好的，人家看到一定是很开心，很 cute 嘛。因为第五副，要玩一些不同的摆灯嘛，可能这个龙转这边 ，OK， 试试看。路不转人转，人不转心转，一样也是造化，只是左右倒转了。你们比较喜欢圆圆的眼睛还是笑眯眯的眼睛呢？一字没给他。耳朵，
喜欢用毛笔画画，很好玩。那手要拿吗？不用了，这次就不要拿东西。这个很 Q 哎，有点像蛇嘞。身体活动低，太 Q 了，这个还有美人鱼。这边放在这边吧，这个服帖。OK， 这个第一个是向左边的身体，有点像美人鱼耶，这个龙 Q 的龙头蛇，蛇尾 Q 的，不是蛇啦，这是美人鱼啊。我不要了，我不要身体这样大了，我要身体小一点，头大身小才 Q 的才可爱，身体不要这样大了。OK， 继续画左边的，但是要改进，这次再慢慢的进步，就是这样的，每一幅都有惊喜。肚子很饿，突然还没有吃午餐呢，就是开工起来连午餐都忘记。1, 2, 3 急最简单。吉祥的吉。OK， 这次我会了，尾巴小小。我的龙江 Q 的啦，来认了。OK， 这次有进步了，可爱。这个，哎，我还是画回那个方向吧。你搞复了啊！1, 2, 3, 4, 5, 6，六复了，不知不觉，复了个十张，再打 B5， 第七复，总共十复，提醒我啊！有人会提醒我吗？OK， 还是画回那个方向啦。圆圆的眼睛，
那个忘记害羞点一点先。耳朵。脚。短短的脚，有时候长，有时候短。不同种类。是看不同的画法，留个空位给手拿。OK， 写个发，发财的发。OK， 身体。虎头蛇尾就听过，龙头蛇尾就没有听过。龙头蛇尾有听过吗？有哦，好像有。OK。2024。牛字呢，并不代表我在画牛，是牛牛画狼的意思。哒哒，发，第七章，接下来第八章，写完了就拿去寄给客人了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手艺不容易。全部都是纯手写，手绘手写。如果你们有什么活动啊，想要找现场挥春或者是画画的都可以联系我。想要吸引人潮的新开张啊，还是什么 event function dinner， 最好是如果是雪，最好是雪龙区啦，不然的话外州的话就要 transport 跟那个 accommodation 了。我的龙龙啊，可爱龙啊。胡须就是可以乱乱的玩，想要怎样都可以。Dragon， 2024，牛，第八副完成。画龙点睛啊，哈哈，点了龙会飞掉。Hello Ken， 好久不见啦 Ken， 几时要来跟我一起画龙？来，我们一起研究还有什么龙可以画，可爱的。好，你要画真实的也可以。第八张是两个，二三四 ，OK， 还有两张。来呀、啊，我的小助理来了啊，好想念跟你一起画画。摆摊写书法，这次今年呢，我可能比较 focus， 没有在摆摊呐、啊，因为很累，真的。我这次应该focus 在订购，网上订购 order 咯。然后还有第二个就是我跟那个古筝老师合作，我们要去表演。
在家里舒舒服服，想要几时画都可以。摆摊就很累，我们都摆过了，我们也知道，就是一整天，然后地点又很远哦，有些地方。当然，如果之前的卡宴坐下来的，当然有时间还是可以啦。哦，因为一月我又要去关丹画壁画，画龙点睛，现在就是画点他的睛，然后给他个一字眉。是没害羞，害羞，耳朵飞天耳朵，然后他的脚 ，one two three， 然后呢，这里就拿着一个服帖，这空位是给他的画他的手，他手就可以这样子拿着服帖写什么字。写个法呗，okay， 然后到它的尾巴，这个 base 给它出，它的棱角 ，Oh no， 笔开叉。它的毛毛零，之前好像有做过的，做了三年的那个Ogawa的，应该会再做。一月几号我可以拿力去？哈，不用啦，我老公陪我去，要的，尽快去，一起画龙。我老公陪我去，一月二十二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。五天呢，拜一到拜五。我选 weekdays 去画壁画，因为我觉得 weekend 可能会有一些表演，在 KL 这边。这个它的须须你要怎样转都可以，任你转，不信不信。OK， 然后再写个2024呗。然后那个什么 Nexus 啊，那个他好像也是有意识要找回我，这种 existing customer OK 啊，我不要再去那种 bazaar 或者是那种要很长时间的，一二三四，到了九张了吧，一二三四五九张了 ，OK 第十张。画完了十张龙，我要还有一个客人跟我订两个牛，还有一只猪，好像开巴萨这样哦。来呀来呀，要多少只猪？我可能三月之后就很得空啊，真的啊 ？OK， 三月之后啊，三月之后我到时候会可能会再忙。哦，三月我有一个画展在 Utah 北马区。生死展呢，他们找到我跟那个富贵合作办一个博览会，生死博览会，三月份。我是觉得很有意义啦，他们也是觉得我的作品很多是可以探讨生死的，佛教的嘛，我们就找我合作，也是好的。要不要跟我去啊？三月，忘记了几号了、啊。跟我去 Utah， 康巴康巴。他的嘴巴还有什么方法呢？除了这个，好像很多动物都是这样子的。OK。手不要拿东西了啦，福字可以写在这里的，不一定要一样的全部，然后它的须须也可以不用这样长，不一定每次都要玩花样的，
吃午餐呢，又想减肥，我很重了喂我，我那天称了56 kg， Oh my god， 我本来是53的，那天吃火锅过后哦，够力重。OK， 所以我要 skip lunch， 但是我肚子很饿哦，现在。哒啦，这第几副？第十副了 ，Yes， 可以去金宝吃鱼丸粉，可以啊 ，No problem 啊。OK， 画完了十条龙了，十全十美的龙。现在我要画两只牛，一只猪。牛画狼，牛的耳朵，牛最重要就是它的脚了。然后就是它的鼻子。太小了，蒙眼镜大一点，也是一样，给他个一字眉，害羞，像牛吗？这只牛，但是瑞应该大一点，下次。牛的尾巴，赶苍蝇了。然后，画到牛就想起 Australia。OK， 牛叫 ox 哦 ，ox ox， 牛画廊就可以写牛哦，写个符吧，全部一律写符。PM， 麦克妞，你可以啊，你可以 PM 我，你 PM 我，你要画什么？你要画牛啊，十二生肖都可以，有龙，有牛，现在要画多第二只牛，这个牛我要画多一只，要画比那个 ring 比较大的，可以要 PM 要订购呢，就要。趁现在2024年之前就有优惠价，买十送二。OK， 这次我就先来画他的 ring， 画他的牛鼻子 ，ring 要比较大大。OK， 够大了吧？这次好像还不够大。然后，OK， 然后牛的耳朵怎样啊？也是这样子啊，尖尖。哦，让我想起分 leaf， 牛角最重要是牛角。牛的眼睛，
麦克，麦克妞，你让我知道你要多少张？现在有买十送二，12张100块，西马包邮，只有2024年之前订购有这个优惠。然后呢，明年2024年1月1号开始就是1张10块了，可能还会起价15块、20块，金色的，嗯，我 after 这一批写完了黑色的，我就会写第二批金色的。这只牛是公的还是母？我哪里懂啊？你帮我给它取性别吧。你想要它是公的还是母的？讲都俾你谂到啊！真系服咗你啊，我嘅小鲜肉。诶，最近啊，我睇嗰个新闻女王话。我覺得我的廣東話進步了，你有沒有看？我看完了，我看完新聞女王，欸，女王，是剛剛，剛剛才說進步，就被人笑死。 OK， Ox， 虎，现在做优惠价要就快点 book， 过了2023年就没有优惠价，但是还是可以 booking。ox 牛，咋啦？哈哈，可以换条裙子给他，裙子。OK， 现在呢就要画一只猪，一只可爱的小猪，这个是有客人给我订了的。OK， 这只小猪呢，我就给它一个圆圆扁扁肥肥的脸先，然后呢，猪耳朵是大大的，肥肥的，猪耳朵。然后呢，我就给他在这边扮可怜一下，可以给他肥肥的身体，肥肥的猪身体，他的尾巴就是短喵。然后最重要呢，就是他的鼻子，猪鼻子了，猪，你的鼻子有2个洞。猪鼻子，然后呢，就是他的眼睛，也是一样圆圆鼓鼓。他的猪耳朵，猪耳朵里面写个6字。OK， 然后呢，写个1字眉给他，害羞。哇哦，我的猪猪，写个 pig，pig， 2024不是猪年哦，可是这个人也是属猪，这个卡宴，他要送给他的朋友的，写个福字给他呗。OK， 做完我的工作了。他是个猪猪，可爱没有？靓女，水瓶座，可以请你画一幅九鱼图吗？哇，九鱼图啊 ！PM， 可以的 ，PM 价钱。你告诉我，你是要画在这一张小小张里面画九幅啊？要画九条鱼啊？有点挑战呢、啊。OK， 你 PM 我啦。OK。我现在去吃午餐了，我肚子很饿，还没有吃午餐。OK， 现在呢，我给大家看一看，现在我在做的这个 promotion 啊，就是这个12生肖。12生肖呢，就是有属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，
然后现在是有优惠价，就是西马包邮买十送二，12夫子需要100块钱。OK，如果有兴趣的话就 PM 我吧，全部都是手绘的，所以这个麦克和水瓶座，啊，等下我也可以 PM 你们。OK，这样子我就先下播了，我要去吃饭了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还没有新年，圣诞节快乐先。OK，拜拜拜拜，谢谢你们。